表演时活力四射，就连项链不慎掉落也没有丝毫迟疑。舞台上尽情展现自我的是高二的蔡孟明。跳舞比较能带给我很多的自信，表现自己，然后给别人看我最好的那一面，我就会觉得很开心。刚获得全国啦啦队锦标赛嘻哈个人组冠军，过去学的是设计，跟随内心后转到影剧科，站上梦寐以求的舞台。同样赛事获得男女双人组第一名殊荣的还有这队。多想一些就是让我们身高比较不会有这么多差距的一些问题，活泼阳光一点，然后我们就是选了一个比较可爱的感觉。五六七看前面，很好。协助他去了解他自己的舞蹈方面的特色，在大概3到5分钟的舞，可以有不一样的起伏。只要我有兴趣，然后又肯认真去做的话，他们都会很支持我。出国就是进修更多舞蹈方面的东西。我的梦想应该是当一个街舞老师。这些年轻学子不怕苦，找到志向，朝着梦想冲就对了。大爱新闻，细雨晨、郑瑞平，高雄报道。